你敢来验？你唔敢验，就表示你是假。你这浪荡仔，骗我真好耍，是好耍是不是？你当作恶魔，写到遐尔甜，就会当变作天使。你卖正房啊，张家燕。 你永远拢得袂着幸福，因为咱的终点是地家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咱两个合起来就是真正的张家燕。一个自细汉就被父母放下以后，开始心理不平衡的魔鬼。 你永远拢无可能变善良，你卖个假！你到底？你会这么激动，还是因为你心虚？你惊吓？面对现实啊，张家燕！<笑><笑> 同安那拢无来啦，是安怎样哈？还阁这样大声？少峰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恁两家干呢？恁家拢破去啊？歹势啦，我着做恶吧，忘掉有人要两，甲咱两个人拆散。到即马即个时阵啊，还阁要甲讲老实话。 你还搁要污蔑我对不？少峰，你是来讲啥？你这浪荡的查某人，你不是张嘉玲，你是鬼！少峰，我是你上爱的嘉玲啊，你还相信我？所以到这嘛，还阁唔肯承认是不是？好，我就马上证明给你看。 是骗子，是恶魔。我杀死张嘉玲，甲叶少峰谈恋爱，利用叶少峰对张嘉玲的亏欠，要甲伊结婚，要摕走叶少峰所有的财产。这所有的一切，拢只是一场骗局。我是上卑鄙、上恶毒的歹查某。我叫做张嘉燕。 小凤，这不是我啦，我不可能安尼黑白讲这话。是伊，是伊假作是我，伊跳过要陷害我。你都话讲是伊，所以这表示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两个张嘉玲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。假的迄个张嘉玲，其实叫做张嘉燕。 假的无成啊，张嘉燕，你开始无讲，因为伫咧电视内底的人是我，张嘉燕，你应该想袂到有一日那日咯。安怎，互人假作是你的感受就歹对无？既然你会当假作是我，那呢我嘛当假作是你啊，我会相信啊，姐姐。我听无你咧讲啥，你是安怎要诬赖我破我甲少芳的感情？ 我早就靠坑你爱回头啊！是你急眉不光，硬要惊死咯！小峰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我无骗你，我是真正的张嘉玲。张嘉燕，我手头有嘉玲姐的证件，伊的基本资料。啊，无呢？咱即摆现场验，看到底像是真的像是假，你敢？行，搞来验。 你唔敢验，就表示你是假。你这浪荡仔，骗我真好耍，是好耍是不是？